约兄弟的女儿去私人影院，却发现她还在和前男友联系。在送她回家的时候，得知了一个秘密。我还是送你吧。行吧。你咋看一半不看了呢？没啥意思，干挺忙的。那咱现在干啥去？回个家呗，在干啥呢？到了，下车。没事啊，我从来没咋的。你回家吧，你爸一会儿着急了。那我走了。你又咋的了？有事儿？不是你时间到底咋了？是不是惹着你了？还是有什么事儿？你就跟我说呗。没事儿啊，没事儿。像没什么样吗？要是有事儿你就跟我说，我看人带着情绪开车，特别危险。不是，咱俩是第一次出来看电影吗？你第一次出来看电影，你就拿着手机跟你前男友聊天啊？你觉得有意思吗？你不想出来，你可以不出来。没话了吧？你确定你看全了吗，大哥？你看，我看完了，我还看什么呀？我不看全，我能知道是你前男友啊？那你这次再看一遍，仔细一点。不是，我啥时候成你男朋友了呢？你虽然我年纪比较大吧，但是我这方面我挺注重仪式感的。你怎么能单方面宣布这事儿呢？你得提前跟我说一声。我就拿你拒绝一下他。再说了，你长得都没想到挺美哈。这有哪个宝贝啊？你宝贝可真多，用不用我来帮你拒绝一下子？帮你发个语音啥的。来，你兄弟，你拒绝吧。你拒绝一下。不是，你咋给我兄弟备注这个名呢？你赶紧回家吧，你拒绝。爸等着急了。